保持警觉，德瑞文和他的手下可能还在附近埋伏。德瑞文是少数幸存的反叛军领袖，有些不忠的范希尔和食猿魔觉得灵魄干旱是主宰造成的，荒谬至极。 来吧，我们接下来用走的。我不太喜欢被抛下悬崖的感觉。欢迎来到瑞文崔斯。那些关于干旱的根好言，真是太……是英雄，但我对瑞文崔斯了若指掌。不要相信反叛军的谣言。听好，你这个丑八怪，把马车驾驶到另一边，来分散注意力。凡人，我们要分头行动。 超出范围了。
要再靠近一点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现在没有目标。戴纳瑟斯王期待我能安排你们会面。瑞文崔斯坚不可摧。要相信主宰的安排。瑞文崔斯坚不可摧。暗影村，这里谁都能来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至少在城堡那边还算是有在做进出管制的。那些食人魔通常是忠诚度极高的防卫者，那些叛徒都是被花言巧语和谎言动摇的。投降吧！醒了，任你差遣。让我想念凡人时期的身体。没有借口。你们不缴纳主宰要求的零破税款，我就把这破烂村庄里的人全部流放到余禁区。
不用客气。为了主宰，这么快就要走了？啊，瞧你如此生龙活虎，也充满自由意志的。没想到你这么干净。瞧你如此生龙活虎，又充满自由意志的。主宰在看，一直在看着。为主宰效命。既然可以飞，干嘛用脚走？又一个满意的顾客。我的军队控制着你的天空，我们掌控一切。
哦，新来的。你让我想念凡人时期的身体。
什么吩咐吗？告诉主人我在这里。他好像忘记我了。下次见，我在这里等。你真的是太有趣了。有事吗？我在忙。看来你找到了史上最强的剑士。没有目标。现在没有目标。
能遇见你真好。最好不要在瑞文崔斯透露自己的名字。下次要战斗的时候，记得叫我。你今天要带我去哪里冒险？刀剑只是把工具，重点在持刀的那个人。
生前我无懈可击，死后我所向披靡。眼观四处，耳听八方，不要露出一丝恐惧。你在跟我说话吗？接触到活生生的凡人了，你赶时间吗？快带我走。我是把急需出鞘的剑。防守，转身，稍架，闪躲，旋转，突刺。现在没有目标。我离得太远了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
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准备受死吧！我还不能使这招。准备受死吧！我的刀剑任你差遣，如果遇到什么刺激的事，一定要跟我分享。看来你找到了史上最强的剑士。
再等一下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你真的是太有趣了。刀剑只是把工具，重点在持刀的那个人。